一二三四，天气热了，床上长猫了。啊，长猫了，它来踩我了。啊，哎呀哎呀呀，公主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今天出去逛街吧，去看看呗。看看又不花钱，衣服特别的多，但是今天是有休息，我有小帮手。今天室友在就点外卖，然后室友肯定是嫌我做的饭不好吃啊！你快走开呀，我要吃饭啦！边刷剧边吃饭。哦，你说是这个菇好吃是吧？这个菇确实还挺好吃的。是吧？不过我觉得结婚这件事，也就是学会跟人相处，对吗？是吗？打火锅认识。你如果就纯粹的用打火锅日子，那跟谁过不是过？那为什么要选择跟你过呢？不一样啊，相处不了的人怎么打火锅日子？对吧？其实也都是一个能合才能打火锅日子。其实说起来简单，但是做起来难。一本正经的说的有道理的样子，我要赶紧狼吞虎咽。我吃饭吃得开心的时候，豆豆，我感觉这样好一些，是不是？我需要一对耳环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心的出去逛一逛啦。还是拿一个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豆豆，回头充一点手充。快点，室友帮我买单。甄选豆啊，我不要甄选豆，我就拿这个就好了，性价比比较高一点。这个东西好好玩哦，我要坐上去看看。哇，这个好酷哎！是平衡车这样的，然后这是个套件，改装套件。就是把这个都买了以后，就可以变成这样了，是吗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时候出来逛，因为季末折扣，看到了没有？其实我也不缺衣服了，我只是出来看看我能不能捡漏，找到一些什么我喜欢的。但是我看到了一些很神奇的衣服，哇哦，整个衣服就是个纯金属，半透明，穿上我跟你讲，没有我撩不到的汗。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件吊带，我懵了，它不是一个吊带，它是一个纯的这样的布。哦，我懂了，它就这样挂在脖子上，就这样是吧？整个后背露的是吧？哇，有点东西，我跟你讲，辣妹抹胸，得多小的腰？这个我们缺的是钱吗？这件裙子20块钱，我们缺的是身材，你20，我跟你讲，他说他要吃这个，跟我无关。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吃甜点。所以我要克制一下自己。我发现了一个超好玩的东西，它会打锤子。我们拍这一段没有任何意义，纯粹是因为这里光线太好了，光线好的时候真的是怎么看都好看。逛了一圈没有吃晚饭就回来了，因为今天吃太多了，没有那么饿，就不吃正餐了。回来把中午没吃完的外卖吃完，然后我买了羊肉串。室友在的时候，从早到晚就是玩；室友不在的时候，我就干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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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好好吃啊！吃肉应该不会胖。生酮减肥，吃肉不胖。给我一个碗吧。好。开空调，我好热。开了。给你个。我就没想到，就是。不多了。给你个。我洗完澡了，现在我要敷一下面膜。
就是年纪越大就觉得时间越宝贵，恨不得一天48个小时。敷完面膜睡觉了，晚安。我是暴力治愈，喜欢我你就关注我，欣赏我你就鼓励我，谢谢观看，爱你。